10月6日 NCT 127新歌 Fact Check 将发布 MV， SM 却在当天与官网上公告延迟发 MV 道歉启事，写到原本预计于下午1点公开的新曲 Fact Check MV 将延迟到下午3点公开，为了能给粉丝们更好的成品，不得已延迟发表，敬请见谅，让粉丝们气炸，表示从没见过预定发表前几小时直接公告延迟的公司， SM 3.0 的工作团队感觉人手不足到难以负荷目前旗下艺人的种种业务，此前还有工作人员失误将 Fact Check 的 PDF 档传送到粉丝讯息平台，网友们也觉得超夸张，果然 SM 的雷只有 SM 能超越，出包到这种程度真是传奇啊。虽然 MV 公开延迟，但 NCT127 新曲成绩上升中，可见粉丝们的支持十分死忠。